什么？你在爬石头啊？你要坐在这儿晒太阳吗？今天是不是好冷呀，小米椒？是呀。看看，我们手套都戴起来了，围巾都围起来了，就是没戴帽子。这就要吃香蕉啊？冷不冷嘛？吃香蕉，妈妈帮你好不好？这小吃货一出来就要吃东西，这么大的风。哦，有太阳。哎呀呀，好冷啊！冷不冷嘛？大冷天的，在外面吃香蕉，我就看着你吃，几口就吃完了呀。来，皮给我吧，妈妈过会儿去扔。来，喝点热水，喝点热水。对了，喝点热水就不冷了。刚刚吃的香蕉肯定很冷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不很冷。喝完自己还挂上去了。啊，挂好了。对了，就那么挂着吧。棒。啊？往前起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，好快好快，厉害厉害。你跑这里干嘛来了？你认识吗？认识什么字呀？什么？被吹跑了，好，退回去。好开心啊！太大了，那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吃臭干吧。你个小馋猫，想吃臭干儿？你看宝宝头上，宝宝头上有什么？宝宝头上有小虫子。有小虫子啊？好，不摸了不摸了，我们头发都飞起来了，风太大了，我们回家吧，走吧。哦呦呦呦呦，你臭嘎巴。走，妈妈去给你买个别的，买肉肉吃。你臭嘎子。买肉肉吧。你臭嘎巴。走吧，臭干小朋友又不能吃。没有卖臭干的，今天卖臭干的爷爷没有来呀。是不是啊？天太冷了，卖臭干的爷爷没有出摊哎。走喽，加油！风太大了，我们回去了。我们去买零食啦。风都要把你刮跑了，你看今天风多大呀？是不是啊？骑上我们的小毛驴，我们回家啦。车车，走吧。滑板车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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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总算回来了，外面太冷了，对不对？有软糖的你呢？哦，刚吃了点饼干，喝点水垫吧垫吧，妈妈做饭了，好不好？不垫吧。不垫吧，不喝了，放桌子上吧。
买了点排骨，今天炖个排骨汤。看好多美食博主都在用这个果蔬净化器，我也安排了一个。说洗蔬果用这个可以净化那个水果蔬菜表面的农药残留，还有有害细菌。洗肉也可以用，说洗肉可以净化瘦肉精和激素。我们也来试一下，就这样放在里面泡个15分钟。你又在吃橘子呀？啊，刚吃完那个饼干又吃橘子啊？这孩子可算是饿不着，回家就自己找吃的了，是吧？橘子在哪儿拿的呀？月宝宝厨房拿的。哦，宝宝厨房拿的，你自己就扒了吃啦？妈妈呢？哦，谢谢，就给一个吗？嗯。好，谢谢。爸爸。晚上回来给这个橘子吧。哦，爸爸晚上回来给他给这个橘子啊。可是这个橘子刚才我看见你掉地上了。想捡。明明掉地上了，捡起来的呀。嗯。给爸爸吃啊。嗯。这小人精。这是爸爸的。哦，这是爸爸的，那你给他放在那儿吧，等他晚上下班回来你给他吃。好，把手擦一下，擦一下干嘛呢？擦一下去挖积木。好的，去吧。自己给自己挺会安排的呀。擦不动。依然都是奶呀呀。没听懂哎。依然。嘴都没擦干净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小汽车。小汽车滴滴滴，开过来，开过去。不是开过的，不是开过的。啥都不是的，我要去做饭了。我们去看看怎么样了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好神奇哦，泡出来好多白色的这个。我提前还冲了一下，还泡出来这么多杂质。用热水把它洗一下，姜、料酒。今天不着急，就用这个小炖锅。你怎么爬到这上面来了？你自己爬上来的？你厉害啦！你这什么造型啊？你把衣服脱了不冷吗？还谁爸爸呢？爸爸，看看这小孩，袜子也脱了，鞋也脱了，衣服也脱了，你怎么这么皮呀？你不冷？快穿起来。这个清洗还挺方便的，刚给它清洗了一下，里面是这样的。现在那个农药残留啊，还有那个激素都让人挺害怕的，用了这个就能安心一点吧。充电也挺方便的，放上去就行了。好了，那就可以把萝卜、油鸡脖粉块呢，爸爸弟弟拔萝卜。好无聊是不是啊？我们在等爸爸下班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，那什么对呀？我们就是在等爸爸下班呀。是的呀。不是的呀。不要扒眼睛。又扒眼睛。给你画的肉图都是的，你看看。你还跟我说你看看，谁看看呀？这不应该你看看吗？是谁画的？我不画的，用笔画的这个。嗯。别跳，别跳！哎呦，掉了！哎呦，掉了！